内柔法可以延寿，内柔法可以让你回春，内柔法可以治很多毛病。那内柔的第一个下手是什么？是不要扣，舌头不要剪，眼鼻孔两分的呼吸，眼睛留三分。最近哦，我们同学一路来都跟老师很有缘哦，一路相挺。所以这些同学你注意听，因为这时候我跟你上课，有同学问老师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倒脉玄机哦，你要教我什么？我现在把课程都做在这里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。这个有三个问题，第一个六妙法门，属水、直、观、环境。哦，这个六个字，这六个字，这个我们一般在佛教里面，他常常用那个禅宗叫做六妙。什么叫六妙？七真、清寂、灵念、明神一，里面都有功法。哦，他从属水、直、观、环、妙六个。好，那我来介绍属，什么叫做属啊？这个属不是说我每天我很重要，老师我来算呼吸，我一吸一呼啊，我要串几次？哦，一分钟大概我们一般。乌龟是四，这个有的到五尺七六寸，有的到三尺六寸，各有不同。一吸一呼是六寸呐、啊，所以你看你，我这样念个口诀给你听。我的同学进来，你的第一个叫做你在六妙法门里面的第一个重点，怎么在打坐的时候你要开始怎么数？那数的话，它是从这里开始啊，因为这个心窍啊，它身体有九个窍啊，它一个点一个点的打开，一个等一个等打开，我把这个地方的口诀念给你看。属习五腧穴分晓，什么意思啊？五腧穴大家知道吗？井陵腧间合，井陵腧间合，它这个井陵腧间合这个气来的时候，它有阴有阳，有木火土金水，有金什么阴为脉、阳为脉、任脉、督脉，这叫做、哦、这个叫做我们叫上师脉，带脉阳桥、阴桥跟冲脉，这个、叫做下师脉。子午卯酉。哦、你看为什么你看要写这个，这个是参同气里面的蛇皮之卦，你把这个清寂灵念明神医属习止观还妙，这个要配合子丑寅卯辰巳五位，你什么时候用属习法，你什么习观心观海底先观观窍三五起、哦、五气五色布列阵密腹开启时光明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人体的这种内脏各有能量，你的肾脏那里有十道光，
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我们这个是柳泽喜啊，一个不知道是师姐还是小师妹，自慰磨面，她只是在网络上看到老师，怎么可能戴个口罩戴那种一个两三个五块的，三个一块钱的，所以老师他说我给你口罩比较好的，你不要戴那个。哦，结果他就寄这个东西来给我，哦、我不认识他，因为他都一直在看我的网络。然后他说：“哦、老师，你画那个，我看你画那个梅兰竹菊，看画画好像在，哦，很神奇耶。”所以他也在画，哦，然后画了以后，你看我拿来给你看哦，他就寄这个来，寄这个口罩。这个口罩当然、很多人哦，他看到老师穿的衣服，他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没有衣服穿是不是？你那个背心都剪破了，呵呵看起来很穷啦。”哦，这里面有玄机啦。好，那你看这个。哦，他还写了，在里面他是写的敬上涂老师，他里面写的他很多心得，你看，我的毛笔这个字还写的蛮好，蛮漂亮的，写这么多，写这么多哈，这个我看的这个好感动了哈。好，那再来，他很用心的，这个每一张哦，每一张图哦，这个卡片里面，你看哦，吉祥如意，你看他多用心呐，这个多用心，你看他这个，还把它裱背起来。他很有天分啊，对，很有心啊，而且很有创意，所以这个、这叫什么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你看我刚才在画哦，刚才在画一张，我就抽空来画一张。刚才这一幅画就你刚才这个是老子哦，老子里面他在讲的，你看这里在《清净经》里面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眼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即物，唯见一空啊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是讲那个清净经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人体在进入一种清净的时候，就是佛教讲的禅定啊，他整个人都空定下来了。哦，所以这幅画你看一下哈、这个老子的老子啊，哦，你看起来很简单了、但是这几笔啊，哦，这几笔要下很大的功夫啊。好、那有同学老师，你这个画哦有没有在卖？我没有在卖画，但是我这些画，我现在画了很多画。是以后要济贫、要救苦用的，所以大家等哦，时机到了，我会把它公开出来哦，所以大家等待好。上个单元哈、我们介绍到这个外刚，还有外柔，好、还有那个灵七窍。那很多那个朋友、同学他在问老师，什么叫做外刚？外刚我们有什么资料可以练吗？外刚就是说，我讲过了，把你的皮毛骨头哦，就强筋壮骨就对的啦。哦，那这个外刚就是什么？像神勇八段锦，还有易筋经。哦，最近呢有那个神勇易筋经，还有什么叫做外柔？哦，外柔就是说像柴气的这练功法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我们太极里面的五态，这个哈、这些东西哦，你不用天天练，你一个礼拜练两次、三次哈、效果一定很大，哦，那很多同学就说，老师我就跑步啊，我每天跑步啊，哦，跑步也可以啊，但是练到最后你关节会坏掉啊，很多年纪大以后你不能再跑啊，你跑的话对你没有好处。那灵气窍呢？哦，灵气窍就是说你眼睛在退化，或者耳朵在退化，它从眼睛耳朵，因为眼睛通到肝，你的耳朵通到肾，牙齿通到肾，鼻子通到肺啊，所以你这些怎么来练？这个在那个《仙道八段锦》里面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今天来讲这个重点就是说，像上个礼拜的谈的这个外刚就你要练强壮的啊，我把身体练强壮起来啊，还有这个 外柔啊，我要练这个经络啊，现在来谈内柔，内柔是它是比较更深入，就是说什么叫做内柔，内柔就是刘老师哦，我怎么内柔，内柔就是在跟你的身体讲话，跟你的灵魂讲话，跟你的身体的内分泌，你的甲状腺、松果体、脑下垂体，跟你这些讲话、那因为这些退化以后，他就人就老了，你就这些腺体的病是最麻烦，像我们是什么胰脏癌啦、然后淋巴癌啦、还有那个什么长在腺体上那些癌症、那个就麻烦了、那你说哎呀，一些癌症，比如说大肠癌。还有一些癌症你可以把它拿掉了，你可以处理的，这个比较快，但是如果长在腺体的话，像胰脏癌就麻烦，所以这个人这个内柔就是说你在静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内柔要做什么，像有同学你来上我那个网络课里面，我告诉你的小胎息、还有大胎息、还有北斗财气、
这些都是跟你的身体的内分泌系统还有人体的这种灵体啊在讲话，因为人体不是只有这个肉体的，还有一个灵体，所以你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人说你在睡觉的时候，很多人睡不着了。那有的睡不着说哇弄了一堆，你要吃这个，你要弄那个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睡不着？你没有在运动嘛，因为你的血液都堆在脑嘛，所以很多人弄了很多方法，很多吃安眠药，还有什么用什么东西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用什么东西都没有用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不要，没有用啦。最有用是什么？脚踏实地啦，你把那个打赤脚或踩个脚，把血液灌到你的脚底啦，你就好睡啦。哦，以前的人靠体力活了，在做工了，他营养不良，哦，睡眠不够。现在人是怎样？用脑过度，哦，然后你的运动量也不行，然后有了去练的话，你到健身房里面，讲不好是健身房里面它只是一个空调，你得不到天地的自然的气嘛。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说，你练功一定要得天地的灵源。所以这个内柔哈，跟内刚，它要接灵源。什么叫灵源？灵源比如说，你那按摩眼睛啊，牙齿扣牙齿，通着耳朵，这是叫外练。但是练到最后，你要跟天地通气哎。我像有同学，你练那个北斗财气，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说老师，我怎么听到飘飘飘飘飘？哦，然后我会怕，都正常的哦，这些都正常，因为你看得到了是有形，你看不到的是无形。那无形的东西，它是一种能量，到你身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它到处在跑，哦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正常。然后你发现力量变大了，哦，我们那个高雄对真，还有英国，哦，还有那个瑞士的那个我们同学，他说老师，哦，我练了以后，我怎么呢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看到光在闪，哦，然后我会听到好像人体里面你听不到了，我听到好像神经好像在弹音乐呢，还有你的内脏里面好像咕噜咕噜咕噜到处在雷鸣，这都正常。因为我讲过了，人体里面有天地三则，水火风雷，你人体里面有能量，有光，有风，有热，有凉的，哦，有水，这些东西在你身体上走，只是你不懂，所以你没办法去交够，所以你就把它浪费掉，你没办法让它天地定位，因为你定不下来，你没办法在水火相济，哦，你没办法随雷锋相搏，哦，所以内柔的要点是什么？柔你的身体里面的，哦，因为有的人肝硬化，有的人焦化，有人那个心脏心肌肿大，他整个内脏的功能啊，肺整个这个纤维化，那你怎么办？老了嘛，所以他练习的时候就保持到你的内脏，哦，不能老化。像有的人那个什么骨头钙化，哦，或者退化，或你的人体的筋骨僵硬，哦，那这些都开始慢慢，因为你内脏里面已经老化了，所以血管硬化，那你要让它软化啊。那软化的时候，哦，有人说老师，我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，你吃那个有限嘛，那个健康食品，有的人是雪上加霜啊。所以你要记住，天底下最补的药，就人体的强身药。说天下无不死之药方啊，只唯有自身去寻找，你人体里面才有长生药，你不知道，只是凡夫望把抛。用神啊，每天在忙啊，叫你不要忙，你要忙啊。晚上睡不着，哎，这边打电脑、打网络，这边看东西，你就耗费你的元神啊，哦，然后在想啊，想东想西，想到最后，你没有办法跟你身体讲话，所以跟身体讲话叫做内柔法。像我同学有叫你，哦，小胎息。大胎息、温阳，哦，这些我们在道家叫做温阳关窍，就是这个莲花一抖一抖都死了，你要它慢慢的起来了，好，哦，那这个地方叫做内柔，好，那还有同学老师，那我练这个，好，哦，像浮沉转聚离合摇啊，像老师教的那些，可以不？这可以，这个是属于这个放松你的脏腑，那真正的柔，因为脏腑里面还有什么？你的脏腑里面有神经系统啊，因为神经系统跟你的内分泌腺，哦，它最难，你是用动作是练不到的，它要从你的情绪还有从你的这个松果体发出信息，你那个地方它才会松果体脑下垂体下视丘，哦，这些东西它才会跟你同步。好，哦，内柔法可以延寿，内柔法，哦，可以让你回春，内柔法可以治很多毛病。那内柔的第一个下手是什么？六字诀。因为你看这个，我们在五书岁里面他有一句话，他说阴日血海归包络，阳日真气纳三焦，这什么意思？
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说：“古神不死，谓之贤品。”哦，古神是什么？说人有三古啊，你要入三古，三古你入了三古以后，你才真正得气。哦，三古像我同学，我跟你讲过，三古叫做窍中窍。那你要入三古以前，你要通这个叫什么？包罗跟心这个三焦啊。气要归，就是它有阴字，阴字什么在？阴字就是说你练什么功，像很有同学跟我说，老师，那、你没有教我收功，六字诀就叫你在收功。但是六字诀你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做阳阴字，水海归包络，什么叫阳字，气血归三焦，哦，这个真气，因为这个我们在中医里面讲的气跟血嘛，我们有阴跟阳嘛，一三五七九，初一初三初五初七初九，这叫阳日。初二初四二四六八这叫阴日，那阴日的时候它是行血，血行在先，气行在后，阳日是气行在先，那个血行在后，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，怎样把你的气血入到你的包络跟三焦，这是气功里面的，就是收气啦，叫收功啦，那你不懂得收功，你练了很多，他们那边什么左转几千，右转几千，这么按摩，什么一那个是那个都是只一个代号，因为你没有收进去嘛。我拍了六字诀啊，有同学老师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我就做那个六字诀啊，做到第三个就睡着了。所以这六字诀里面它有六个字，它就在跟你人体讲话，叫内柔法，内柔法哦。所以这里看一下，有同学你跟我练过了哦，你练到一个高境界的时候，这个音字哦，血海暴露。这个怎么去说？因为你要把六字诀练清楚了以后，哦，它叫什么？叫做六字密音藏真诠呐，三三三诠地还天。这个六字密音就是说，它有三个字，哦，有三阴三阳，它要让你收住包络，收住你的这个三焦。你把这个弄清，你要练，你没有练的话，我讲你听不懂啊、哦。你说老师让我教，每天都需要喝啊、呼啊，这边呼嘛。它这个阴阳时辰你配对了以后，哦、你的人体你就发现你没有火。你内脏里面，因为你会有火，有火才会生病嘛，你才会里面才会发炎，啊、哦，你为什么你会有长肿瘤？因为睡不着觉，里面的毒排不出去嘛，它都堆积在你的身体嘛，哦、啊，你每天很多每天都在吃一些那个毒素进去的话，在你的身体你排不掉啊，哦、像有的就很多肿瘤都出来了嘛，哦、所以这个地方你注意一下，所以这个内容的境界它有好几个境界。内罗练进去的时候，它要让你的内脏身体先放松、哦、你喜大喜伤心、啊、大怒伤肝，很多人哦忧思伤脾呀、啊，都大恐伤肾。你的人体里面就是说，在一种七情六欲啊、哦、它不正常的状况下，还有你每天都是很忙哦，怒则气冲啊，气生啊，恐则气坠啊，哦，忧则气聚啊。哦、所以 你人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那你要怎么办？用六字诀、哦、六字诀，所以六字诀你只内揉了第一个重点、哦、那内揉你做对了，你身体里面的金木水火土它调整了，调整好以后你才能够进入更深层的内揉，内揉的话反正能量越来越，你人体它 就会变成清净，你人体就不变了、哦、所以这地方内揉注意一下。好，再来内刚呢、哦、那内揉你不能只有一直揉啊、哦、你有的同学一直揉的话，最后你会发现那好像上气阶不是没有气啊，因为你动则静之基，静则动之根，动静合一、哦、你的这个根基才会稳固，所以揉刚揉之间、哦、你要找到这种平衡，你不平衡的话，你一直放一直呼吸的话你也做不到，所以很多人说我要打坐啊，我要做什么气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这个内脏不够强壮嘛，所以内刚就是要练你的，让你的脏腑，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啊，哦，像我同学有，我常常跟你讲过说，哎，两个肾脏像豆腐嘛，你两个肾脏像豆腐了，哦，那你要把它，因为金生水嘛，你要怎么把它练到就是两个金莲宝，就是刚嘛，哦，你身体都刚就强壮起来，不是你这外面这个外面练的是有限的，里面的话它才是跟你走一辈子。所以这个内刚法就是我们讲的内功嘛，哦，那内功怎么运行？它也要配合六字诀啊。所以这个六字诀里面很重要哦，不是说我用力来练仰卧起坐啊，这个是还是练到你的肌肉，哦，你还是练不到你的脏腑，哦，你的脏腑、你的肝、你的心、你的肾啊，哦，你还是练不到。那我们这个内脏里面有的地方你要
罗中带刚的练、哦、像你肝脏的话，肝的耐性很好，肝叫做将军之官呐、啊，抹绿生渊。肝脏哦，它没有神经，然后它跟这个战将一样，我就打仗，我打输你，我还在跟你打，我你给我万箭穿心，因为这是我的职责，我站在这里，哦，你箭把我插穿身体了，我还是站在这里。所以你肝有问题的话，它不会痛，它只是感觉口干舌燥，然后脾气很坏，哦，那才能叹气，哦，然后你的你这个哦，我们说肝主风嘛，哦，肝呢、啊？为什么肝跟胆，我们的肝胆的经络都交到这里啊？这个奇门穴啊、日月啊交叉，还有脾经，就所以你那个，他是人很容易发脾气，还有百病皆生于气嘛。你一生气以后，你的很多病就来了。所以你在练这个功的时候，有的脏腑哦，你要把它放松哦；有的脏腑哦，要柔中带刚的练哦。那有的脏腑，当然你要强心的话，强心你要当然你要运动啊。但你强心的话，你要用五行的配对法来练。你不是说我只有心脏每天跑、每天跳。其实练到最后心脏坏掉啊，因为心属火啊，哦，那你心脏要好的话，你的血要干净，你的肝跟肾的功能要好啊。你水木不哦，水木我们叫水木年华，肾水跟肝有问题的话，你练看看，你一练的话，你心脏很快，心脏就会出问题啊。有的是心肌梗塞啊，有的是心脏就停了啊。所以这个五行之中啊，它是互相配合、互相调整的。所以这个刚法哦，不是说你一直用刚的来练哦，刚就叫刚罗相济来练。但是内刚是做什么？内刚的重点是要练，就你的内脏要练到哈，练到六淫不侵的，就风寒湿燥热，还有你这个人的这个脏腑哈，到练到五味调和，五毒不侵。你吃东西的时候，有的吃了两下就拉肚子，有的吃两下就胃就不舒服，哦，那有人你看他怎么吃什么东西他都不会出问题，有人吃的这个哦稍微食物有一点问题的话，他就乱了，哦，啊，有人吃再好身体还是不行啊。啊、有的他随便吃啊，但是他就身壮如牛啊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内脏的问题啦、啊哦，不是你去吃，你要吃好的话，像我们前天我们在开玩笑说，我们面乡下哈、啊，那个因为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很多，八九个，所以我们都随便吃，哦、每一个都很好，身体都很强壮。那我一个亲戚哦，他家哇，他吃得很好，但亲戚到我们家来说奇怪，哎、欸，你们家我看你们都随便吃，怎么每一个小孩子都我、哦、长得这种那么壮？因为我们是。我讲不一样，不好意思啦。我去读国小一年级的时候，六岁才开始穿衣服了，不然乡下小孩子没有穿衣服了啦，全身脱光光到处跑了。讲了你会笑啊，哦，这就叫天生地养，所以你身体就不一样。有一句话说什么？生于安乐，死于忧患，多难先帮。你看一个国家跟你的家庭一样，他说他很辛苦的时候，你让他爬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很强很强。然后再来，你看这里哦，什么叫做？接连缘，这个你要内柔内刚，你没有接连缘，你练不起来了。所以我同老师接连缘，接什么连缘？追天哈，说这个刚柔相济，哦，这个刚柔相济的锻炼，就是说我不是只有说，哎呀，我一直练软的，一直练柔的，我一直用硬的。你要把这个要点懂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最厉害，这是连光。这个连光是什么？叫连缘，大道连缘。大道连缘就是说，它能量从天地来了。这才厉害，这连缘是讲什么？连缘不是只有讲啊阳光啊太阳，它接大地的气。所以有的同学老师，如果打坐你那个北斗，为什么我要接北斗干什么？我又看不到，这是连缘。哦，他北斗星象，我同学跟你讲过了，他有七道的气，一道叫什么？叫贪狼，啊、哦，巨门、禄存、文曲，哦，到廉贞，到文曲的时候，文曲是我们讲的文曲星嘛。所以这个你到它，哎，它真的有光，是绿色的，寒色光，冷色系。它，哎，它到你身体里面来了。它有三道是暖色系的，紫色的，火赤色的，到你的脊椎骨里面进去。好，那你说有的同学说这个迷信，这个不是迷信嘞，我这个在道家在修炼里面哈，接大地的气。所以有的人怎么说？有啊，我都练打坐啊，我都双盘啊。我跟你讲了好几次、哦、你普通人你有结婚了，你在行房射精，你不能打双盘，打双盘你的精液出去的话是两倍，你越打你越糟糕、哦、打到最后你的骨质就会疏松掉、哦、那你自然做就好，因为做有八种嘛，有、哦、帝王做、哦、采药做、哦、还有那个生兵做、贵做、哦、玄武做，这些做法里面我在上个单元好像我里面有介绍到这些，我又拍 DVD 啊，
这 DVD 在我的那个 DVD 里面很清楚啊，你要向老师教到四五十年哈、哦，把这个东西都拍成 DVD 了，写成书了哈、哦，不多啦，真的不多啦。讲不完是，老师去拍那些东西有赚钱吗？没有啦，那个都是要传有缘人，把毕生所学让你去看，是叫把道家的这种养生之道把它发扬光大。所以我现在教一些弟子，再传一些人，把这个道家的东西传出去。哦，让更多人更我培养更多的人，哦，他以后能走帮我来走这一条路，来我教朱一天，哦，你没办法说哇，有什么打什么胎息我都不会，然后六字诀我都不知道，来那种第一个我们在气功里面叫云火归元法，什么叫云火归元？来你注意看哈、哦，你躺着站着坐着都可以练，两脚尖同宽，不要动。好，那你站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叫先天火，这叫后天火，哦，你的脑火，这是心火。这里是后天水，你吃的东西这是先天水，所以你站好的时候记住要引火，把这两道火引下。第一个火是什么？这个火，脑火。所以你这个一下、哦、因为这个水、哦、它一个肾水跟一个我们的你的喝进去的水，它在一下这里，所以你不能夹住，要打开。打开的话背部开的时候它这个水就会上来、哦、你不要管它、哦、不要动，然后嘴巴留一分，牙齿不要扣，舌头不要剪， and 鼻孔两分的呼吸，眼睛留三分，不能动，眼睛看你的舌头或看你的鼻端，不要动。好，那你吐气的时候，你自然从你的嘴巴把它吐出去。好，你如果你懂得六字诀，有同学你有我 DVD 有六字诀，你就用六字诀里面，哦，它有一个虚啊喝啊，你用那个声音。不能动，那不动的时候，你全身都会放松，会放松，好，然后它会慢慢慢，你反正身体都会发麻，哦，不要动，转好，好，那你吐气的时候是一点点而已，哦，不能故意用力，啊，吸气嘴巴闭起来，舌头微卷，啊，放松吐气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好像我装死一样啊，所以我在上一次谈到那个胎息啊。那个程西的胎息，他说道化少，少化老，老化病，病化死，死化神，神化万灵啊、哦、这个人哦，神气经三则机器成型，你就会长生不老、哦、然后植物毛有四正时，乃天地阴阳、哦、阴阳天地阴阳真气出入之门户，就是他有四个时间、啊、如果你能够静下来不要动，植物毛有不要动、哦、你的身体、哦、你就会不一样，你这个可以试看看。但是有时候同学老师，我站不住啊，我站的时候 我腰酸背痛啊。所以你能够，如果你一个人你能够躺着不动、哦、你为什么会动？因为你会痛嘛，你身体里面你会心浮气躁嘛，气血水三路不通嘛，你的内分泌有问题，你的血液循环有问题，你的神经系统已经有问题嘛。所以你这个、哦、有空你就试看看，这是最简单的内柔法，就是不要动。好，那你有问题了，你会说哇，肩膀僵硬啊，头痛啊，哦，那身体问题就来了啊，胸口闷住啊，啊腰酸啊。好，那你到内揉的时候，引火归元，那做对了，口水好多，一直流口，那、啊、你要吞下去，你试看看，就是装死啊，哦，装死，躺着、站着、坐着都可以练，哦，这个叫做引火归元。哦，你看这幅图好热闹，哎，有同学又看起来说，老师这是哪里？请人家画的，这是涂大师涂老师。这个是讲奇门遁甲里面的四个四盘啊、哦，这个奇门遁甲里面的九遁、天遁、地遁、人遁、哦、龙遁，这跟电气功都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我们现在都是用来发财啊，哦，讲修身上度、井死金刚，就是讲要怎么要发财啊，从哪里去投资啊。但是这个是要练身体的，哦，这个不一样的。所以以前先这叫练身体叫先道。好，那这边是楼盘的每一层，这楼盘本来有36层到50层的，我们现在只有24层了，很精彩的哈、哦。这楼盘，我们楼盘是在练气功的，不是只有这样的发财哎。好，好、哦，那这边是理奇门，这里是竖奇门，这理奇门，理奇门讲那个年龟八法，讲子午流注，哦，讲那个什么注油科类的哦，葫芦的调理身体的这个要点。好，哦、我告诉你，你练气功如果不懂这五个要点，这五个要点就是说，懂吗？除气。第一堂课我就告诉你，除气，什么叫除气？你练功的气要除起来了，聚气，聚气是先天气又跑掉，你们要聚起来了。调气，我里面有废气啊，你要
跑掉把它退出去啊，氧气，氧气就是氧气，就是你刚才他电脑你打完以后，你要把它泄火，你打完以后你把它收起来，全部没有，再来采气，这五个要点你要懂。你不管你做什么运动，哦，有的时候你看我做这一派多厉害，多厉害。但是你搞不清楚，你这五个要点你懂的话，你去做健身运动，去做跑步，去做游泳，你去做什么运动，所有的运动你把这五个要点做进去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看我练这一派啊，我这一派就是这样练啊，你不能练别派啊，没有那种功夫的，那个是老师怕学生跑掉，有没有？哦，他跟你讲呢，要绑住你的要点啦。重点不管你练哪一个功，运动也好，跑步也好，你去爬山也好，你懂了这五个重点，我再讲一遍，你要练功，第一个就是在谈这个如何除气，除气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火啊，就往头部冲，往上冲，你要怎么办让它下来？第二个就是叫做聚气，聚气就是说，那你练一练以后，你会怎样？那你会滑筋嘛？因为你掉运动以后伤到你的肝肾嘛，所以你的动的先天嘛，啊，所以你会小便会尿蛋白嘛，因为那个肾脏是过滤你的这个血里面，把它的营养跟蛋白质它要回收嘛，结果哎，它就流掉了嘛，哦，流掉了嘛，所以你要怎么办？这个叫做聚气嘛。好，第三个叫什么？我们左右阴阳嘛，我们叫上下阴阳，好，哦，然后左右阴阳嘛，所以左右阴阳是我们讲的叫做聚气嘛，再来前后阴阳。前后阴阳是什么？我们前面有阳阴穴，后面有阳穴嘛。前面的穴道叫什么？募穴，后面的穴道叫腧穴，各有十二个，各有十二个，所以这叫什么？我们叫做三折同气，雷风相搏。所以你开始我们身体一个卦，上下阴阳，你就这个上下阴阳你调不好的话，你就生大病了啦。中医讲的，你水火不济啊，啊，你水火不济，心火跟心火炎上肾水的接不强。第二个什么？哦，第二个我们讲的肾气已虚啊，你的肾阴肾阳，因为肾脏两个啊，一个是阴，一个阳，一个水，一个火啊，所以你肾脏会产生很多很多人体的病啊，心肌梗塞啊，还有你的高血压，胆固醇都跟肾有关系，两个肾，所以两个肾，这两个肾怎么办？再来前后阴阳，前后阴阳调不好的话，你的身体的毒排不出去，我们叫调气，调气就是说我身体后面有十二个腧穴，前面有十二个募穴，就是腧穴双透，你怎么让它透？透了以后，你人体才不会阴阳颠倒，你人体才会，我们人体会生病，就是你阴阳错乱。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有人在问，老师。这个叫气功吗？你那个叫健身嘛？你搞错了。不管哪一个功法，哦，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少林寺也好，所有练武功的，他一定要有功力训练。什么叫功力训练？那少林寺叫十八铜人啊，超重千斤甲，你知道那有多重吗？我们现在不是哎，我们现在练武功是这样练身体。哎呦，我打两下拳，打两几拳，你的打的太极，打的什么拳术都好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练功了。你没练功的话，你怎么跟他打？你一拳你承受不住。所以你看我在做那个九鬼八马刀，你把那个绳子后面跳过来，后面是一两百斤呢，然后绑在这地方这样。你击中的时候，你头不会击中，你的脖子有力，帮你击中就好了。哦，还有你的身体要练气。所以有人在问，哎，我不要练那个硬功啊，我们要练那个软功。我请问你，没有软怎么会有硬呢？所以一般人就是把这个气功他误解了。他说有暖气功，还有什么硬气功？哦，那练到最后讲多少次之后，你剩下就皮包骨嘛？为什么？你看全世界所有的运动，不管你什么功力，你一定要 overtrain 超载训练。超载训练就是说，哦，我们健美是把肌肉练强壮练好看啊，但是练功力不一样，它练到你这个耐用，而且你每一拳下去都有硬度，不会断，身体里面不带有重击。所以为什么练易筋、健跟吸水？脊髓功就是吊功的，你为什么拿指甲吊功？你没有吊功，你不会长肌肉啊，你没有雄性激素，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啊。我的运动，你运动看看，哦，有的说老师，那你几岁？我开始已经有老人年金了，做六忘七的了。那老师，你这样练会不会伤身体？不会的，你要配合气功。所以你看我练完的时候，他要在那边调气、养气、除气、运气，不是这样，那边死练了。
35年前拍一个八段锦，35年以后，哦，这个涂老师快70岁了，又拍一个八段锦。那这个八段锦哈，有人以为说八段锦很简单啊，你看那个网络上多的是啊，双手托天比三焦，左右开弓似射雕，调理脾胃单手举，这个很简单。我告诉你不简单，你这个八段锦哈，很多人他说哎，他说八段锦啊，简单啊，那个我会啦，那个我几十年前就练过了，就是推手嘛，那些动作，你搞错了呢。各门各派各有其长，但是你知道八段锦里面的精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八段锦就是那个双手托天比三焦，左右开弓似射雕。那你知道八段锦啊，它里面有3到9要。哦，你看它一个动作一样这样推上来哦，它有练骨的、练经络的、练脏腑的。哦，那一样这样推上来，它有练武功的，哦，还有练功力的，还有练仙道，然后吸收天地能量的。所以这个几十年来，我发现了很多那个朋友哈，他们在练的时候都是。啊，做徒手运动啊，推推手，推推脚，哦，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了。但是他的境界上不去，你的境界是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八段锦哦，把这个精髓，哦，3到9要，我把它传出去了。那大家你好好看哦，把这个重点哦，慢慢去研究。